还以为你不敢来。当地人的老款了，比你还大几岁。上来。潜入帮派领地，暗杀组织首领。在飞机上睡得打滚了。三苦，你说保守了。到了。别担心，真打起来，我站你这边。当然，不是叫你来了吗？照做就行了。我特地把你从凌空叫出来，就是为了坑你。欢迎你的意思，高兴吧？对付流浪体也算是你的本职工作了。这地方出现的流浪体不多，这只小龙是那个小孩抓到后特地带回来留在这儿的。他想亲手对付他，用最正式的对付敌人的方式。这不是包了祭酒吗？赌一把。可惜我只会动手，不会教人。你看，沟通也不用全靠语言。这东西被困在这里有一阵了，要消灭也不是现在。别让你的学生等急了。
我配合你上课，你就让我演怪物。巧舌如簧。我只是不会死，不是不会疼。没长进。洗澡去了。不算是，是把我从戈壁带来绿洲的人。那次要不是他，我已经成了雾鹫肚里的腐肉了。他什么也没做，只是遇到了我。然后，我跟着他走了一段路。举高点。水。是谁先用空的水箱？站着说话不腰疼。不错的建议，没有水，擦擦也能干。怎么，要帮忙？这也好意思叫嚣，要让我受不了。手进剑掌啊，感受到你的诚意了。不仅是假的，还会动。头发上，不一起解决吗？就这样。湿了，这可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你也得先学会低头？
这淋浴间隔音不好，让人听见了误会，再颤抖下去恐怕会两败俱伤。原来这堂课还没有结束，那就再辛苦你一下，老师。在干什么？不像。那是当地习俗，他们会把杀死过自己同伴的东西留下来，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被杀死第二次。前阵子他的父亲被卷进这只流浪体的磁场里失踪了，他想进去把人带出来。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要拯救。我可没这么死脑筋。哼，一场交易罢了。那片山谷叫亡灵谷，当地传说那里葬着他们的七个神。他说等我死了可以把我也埋进那里。李玉，那些神就是他们的祖先亲手杀的。那是他们老一辈人才知道的事。后来其中一个人发现了这个真相，就把神请进山谷砍下了头颅。又说不定是他们自己抛弃了神。人终究只能靠自己的双脚站在这片土地上。所以幸好还有一群你这样勇敢坚强的深空猎人在守护这个脆弱的世界。那你觉得我们聊的是同一个世界吗？
遇到你以前我也从来没想过还有能因为一张机票就无条件勇往直前的人存在。不说话，记着了。和你今天分配给我的角色一样，一个张牙舞爪的比流浪体还可怕的怪物。我没有给人展示创伤的爱好。但也许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被理解。跑这一趟多谢了。去荒漠深处，你说了算。